是蓝色公路哦。每个呢，通常都可以搭乘它的时候，通常都可以前往到基隆屿。就这样子，谢谢大家。Hello， 这里是我们基隆市最大的展演中心，它叫做文化中心。不论是国外的展览啊，或者是说国高中的成果发表会啊，通通都会在展览中心里面做展览，然后甚至做发表。然后呢，里面呢还有我们。全基隆市最大的图书馆，然后那边都是供学生在那边读书啊，或者是看影片的地方，因为那边还有一个影片的播放区。再来呢，在晚上的时候啊，都会有一些国高中的同学啊，在那边做练舞啊，或者是说在那边玩溜滑板。这里呢是一时代广场，在以前的时候啊，它这边只是一个废弃的地方，后来呢，因为市长更换了之后，就改建成了现在的美食广场。里面呢不只有吃的，然后还有像内特啊一些服饰店都会有。然后在最上面呢，它提供很多人就是散步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意外的其实还是一个打卡的知名网美景点哦，看看后面就知道了。好啦，这是我们的下一站中正公园。因为小新累了，换我来做介绍。刚刚照片中的就是中正公园牌楼，是行人的入口。中正公园是基隆重要的公众开放空间，也是代表性的景点之一。除了公园设施之外，许多机关学校也位在公园内。公园占地宽广辽阔，各设施依山而建，环境幽静，风景宜人，是休闲的好去处。在公园的最高点，有一座白色的观音大佛像。22.5 公尺的观音塑像中内分五层，可登上鸟瞰基隆全景，是基隆具代表性的地标。都是家长啊会带着小孩过来玩的地方哦。
失败的指天空。二三，大家好，我们是基隆生活趣，教你如何遮镜头。热哦，你有在热哦，看到了吗？太丑了，热，遮镜头啦！救命！瞬间忘词的结尾。Thanks for watching. Bye.